我们现在可以使用DRS，DRS可用。 现在你可能会感到转向有些不足，因为你正紧随前车之后，试着尽快超车。 我们跟前车的差距是3.0秒。
前车差距是3.2秒。差距是4.3秒。抓地力水平很快就会开始下降了。我们很快就可以进站了，给你更换硬胎。
本村进站。现在开始，注意用好这些车胎，你要靠这种车胎完成比赛的。SRS 电量快耗尽了，提醒一下，你可以通过多功能显示随意调整 ERS 模式，也可以择机松开油门或轻踩制动踏板以手动补充电量。他们换了新的硬胎，他们的轮胎已经跑了两�圈，上一圈时间是1:19.2，他们在比赛结束时会被罚13秒。听着，后车圈速比我们快0.5秒，0.5秒。
太棒了，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。虚拟安全车已出动，减速，保持车距读数。虚拟安全车已出动。降低车速，我们的车距太低了，我们有被罚的危险，马上降低你的车速。现在我们所有的胎压数据都显示为零，你看一下轮胎，如果还鼓着，就证明是数据异常。不用担心，虚拟安全车结束，等待绿旗，保持车距，直到看到绿旗。绿旗。让我们使用超车，燃烧这些能量吧。目前不用担心轮胎，专注于驾驶就行。后车圈速比你快一秒，一秒。
跟后车的时间差已经拉大到一圈0.3秒了。磨损问题，继续保养它们。
先队友10.3秒。最后一圈，最后一圈，加油！